988飞轮海出道第一次，四合一完美出击，988飞轮海偶像广播剧，飞轮海想入非非戏剧风云第一集。都是你啦，真什么真的，不用演啦，这样开心了吧？什么啊？我哪有？明明就是你没准备，害了大家，还敢诬赖我？好啦好啦 ，It's enough， 你们全都有错。如果当初肯乖乖让我演男主角，就不会发生这种事。Oh my goodness！ 你还说嘞？要不是你爱耍帅，在那个洋鬼子面前卖弄英文，他才不会生气成那样。What？我重点才没搞清楚，人家挑男主角，你唱什么歌？这是 drama casting 哎，不是 singing audition，OK？、Okay? 没错，一定是你的错。哎，就算要唱歌，也应该唱那种 English 的，他一定是听不懂就生气了啦。哈、哦，是因为你很无厘头，好烦哦，吵得那么烦。不如哎，我们先去吃炒饭好不好？哎，海南鸡饭怎么样？不要。为什么不要？那海南鸡饭呢？我要吃蛋炒饭，还是你们要海鲜蛋炒饭也不错啊、欸、那有点贵哦。哦，好啊。这四个人分别是我们学校不同科系的风云人物，却同时存在于我们非非戏剧社中，常常把这里搞得风云变色，飓风浩宇却不完全因他们而起。哎、欸，你看舞台剧又在招募男主角了耶。对，你自己已经找了吗？哇，听说他们四个会是候选男主角，如果我是女主角就太好了啦。你少做梦了，肯定轮不到你了。哎，你看那边，哇，是他们耶。从代表学校出征比赛的 Changorella 舞台剧招募男主角开始，原本各占一片天的四朵云交集之后，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争霸战。无极是，嘿、hey, ，大家好，我是无极。废话少说，开始吧。我想去请你已经很了解，这次面试没有对白，自由发挥，只要照这剧情走，那就好了。开始。哎、欸，美女美女，不要走嘛，你还没付钱呢，跑那么快，你以为留下一只靴子就能抵掉千多的钱吗？要留也留一双嘛，留一只怎么卖啊？看，还不错，下一个。严雅玲。你那只鞋还遗留在地面，而你的脸我已看不见，看着时钟快12点，来不及向前追，小慧小慧回来呀，你还没告诉我你的鞋是冒牌的吗？好像是塑料不是玻璃哦，你那只鞋已经准是晴天。看你有没有来错啊，这是舞台剧面试吗？还是歌唱比赛？不过唱的还蛮好的，记录一下，加一点歌唱也不错。嗯， next。 陈艺如。Hello, good morning everybody. My name is Alvin. Today, I would like to... Cut! 你来演讲啊，开始。啊，好啦好啦。Oh, my Chandelilla. Please come back to me. 你走了，我那特大碗的 Chandel 谁帮我吃完啊？还有只有你大象脚能撑的鞋子，留一只给我，谁能穿啊？ Cut! 只有这些人吗？还有没有？哎、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大头你帮帮忙，导演好像不满意今天的人选，你要好好表现哦，不然我就死定了。什么东西啊，我要干嘛？哎呦，灰姑娘的男主角选拔嘛，当上了你就红了，赶快赶快。灰啊，是多几类灰。哎呦，是灰不是花啦。还有没有？哎、啊、是是是是，你不要再跟我闹了，你快去啦。没问题，演戏我最在行啦、啊、包在我身上。嗨，那开始咯。
灰灰灰啊灰啊你卖照啦啊我想问你哦啊你嘿诶叫什么阿灰啊诶、欸、难道你是包青天跟白雪公主的私生女哦 Oh my god 看我看够了今天就到这里成绩留意公布栏吧什么东西啊这真的是慈云的戏剧社团吗哼自己的学生都怪里怪气的现在是怎样哎呦我都被你们害惨了哎通告出了耶我们赶快去看看他们有没有被选为男主角吧算了啦我们也不会是女主角了还看什么哎呦不要这样嘛关心一下社团啦走啦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狡猾结果不好意思让一下哦什么社团解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吗我不懂啊社团面试后就再也没有活动了怎么会啊啊我的偶像来了一如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还超出了想象Thank you very much 你在上 Q 个什么劲啊你们不是要恭喜我当上男主角吗哎呦才不是啦社团解散了你不知道吗 What? Impossible 喂你们来得正好社团为什么解散啊什么怎么会啊那样呢应该啊有完没完呐、啊、Why you throw the ball back to me 我问你们的我们怎么会知道那你不是还在选拔男主角吗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都是你啦怎么那么爱争啊现在还是你们还要吃海鲜炒饭有点贵哦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情吃难道你们一点都不担心吗哎，卫林到底怎么一回事啊社团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对啊而且社长还说今年会推出社团主题曲是要给我唱的怎么会突然解散了哭臭的吧对啊我的男主角呢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What? Excuse me 你搞错了吧男主角是我哎你们烦不烦啊社团都解散了还唱什么主题曲当什么男主角好啦那你总得告诉我们社团为什么会突然解散吧事情是这样的怎么办我越来越爱快给我大声公告白爱就爱马上要精彩不要再拍为你哭为你笑为你闹为你开不抵抗不算来不悔改管他的晴空或早白只要被你崇拜留你成为世界最后一个偶像灵魂遭到失恋988飞轮海偶像广播剧飞轮海想入非非戏剧风云第一集播放完毕编剧树怡导演妹子婚姻 Lizer 吴尊饰演吴吉汪东城饰演大头林亚伦饰演阿布陈亦如饰演亦如妹子饰演魏玲飞轮海歌迷兜兜饰演同学甲飞轮海歌迷 Shani 饰演同学乙嘉义饰演评审雪般海报问你贴在额头九八八游戏角色踢过了飞轮海想入非非戏剧风云的偶像广播剧第一集全球一起来留守988的一刻那刚才我们播放过了第一集了明天将会有第二集同样是出现在下午的4点如果你是错过任何精彩的部分的话呢可以留守晚上同一天晚上的10点呢将会是有重播的988本月星
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好今天。我们不能每战每胜，但我们可以尽心尽力。失败是什么？没有什么，只是更走进成功的一步。成功是什么？就是走过所有通向失败的路，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成功的路。我们是九八八，三月份本月新飞轮海，飞轮海听九八八就是知道多一点，真有色。没错，他们是打不死的蟑螂，他们是飞轮海，无论是受伤多少次，他们都能够站起来。3月18号，想入非非大门演唱会将会顺利的进行。